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羽球密码。现在做的是五月份的抽奖。OK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五月份的话，铜牌会员呢有52个，那银牌会员呢有232个，那金牌会员呢有19个，然后白金会员呢有6个，然后钻石会员呢有13个。这样总共下来呢，我们会有771张的摸彩券。OK，那今天抽出的是900 New 跟加开的900 New、90KM 跟 90KM，还有一支白金会员跟钻石会员专属的前锋迪卡侬那些球拍，还有钱包。OK，大家看一下哦，一到七百七十一张，一到七百七十一张，一到七百七十一张。一到七百七十一，这个就是一到198，都是白金跟钻石会员还有一到七七一，还有一到七七一跟一到七七一。那我们左边呢，这就是我们的会员名单，我们快速的 run 过一次。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会员名单的话，你可以私讯我们的粉丝专业，或者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我没有看到我的编号，那你可以跟我讲，会告诉你编号是多少跟多少这样子，嘿。那我们这边就快速的划过去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总共有771张的摸彩券。OK，在这里。OK，哦，好。那我们倒数5秒钟抽奖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抽奖。好，OK，那恭喜那个 TW、Peter R、XDN。然后 Willie Chen、Peter R，Peter R 做的蛮多的哦。OK，我不有。小莫。好，恭喜你们中奖了。OK，那欢迎你们私讯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，告诉我你中了什么奖项。那900 New 目前还没有上市，所以会等到上市之后，供货稳定之后，就会把奖项寄给你们。OK，那期待下见喽，拜拜。